好着。Hello, can I come in, though? 啊，交过啊，我们交没有交？啊，这里是潮州会馆。这里是以前在越南这边的潮州人建的会馆，据说好像是潮安人吧。然后在网上查的是说，这里的建筑材料都是从中国那边运过来的，不知道是不是。财神老爷，海国恩波。福德老爷，这个是福德老爷。很漂亮。同人业集。孝义堂，啊，这里是历代先有的灵位。这里潮州会馆重建碑记，应该是捐钱的吧。哦，是捐钱的那个名单。以前怎么说，一千贯是多少钱呢？这是功德堂，走完了，这个会馆就这么大。我查了一下百度，然后这个会馆以前建造的时候，它的功能是给那些潮州的同乡聚会，还有帮助那些贫困，然后还有年纪比较大的那些同乡的，然后还有搞那些慈善活动、公益活动啊，都是在这个会馆里面搞的。
这是潮州会馆第七届理事会的合照。